到时间了，把它叫醒吧。是。姐姐，姐姐，醒醒，醒醒！你干嘛呀？刚到手的烧鸡还没吃到嘴里呢。你要舔果吧？嗯。哪里不舒服？那太多了！你看，我这饿的前胸贴后背的，上眼皮都不打下眼皮了。 提不上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没有头晕、恶心、腰酸腹痛的感觉？啊，我这训练才一天就怀孕了？什么个什么呀你？果子，你这一睁眼就开始瞎掰了。你叫欧阳倩。啊，我是欧阳倩。你身体哪里不舒服？ 我就是感觉今天力气特别大，而且耐力也要比平时强很多。那平时在部队参加过这种强度的训练吗？当然没有，防号团把我们俩当做宝，平时顶多就是给老百姓捅捅马蜂窝什么的。那这么说，你们俩突破生理极限了？那太突破了。 我跟你说，我这一天又是上山又是下河，又是开枪又是打炮，还被狗撵，我八辈子没做完的事儿，今儿一天全做了。